对，不用看我，看树子，看天上，望星星，望月亮。全国普查好老虎。那有多了，多老虎。可以了吧？可以就行了。你装纸就好了。嗯。让你冷干。这纸好像也有一点干了。像我们做发现都很前卫的。他躺过去后可以吹嘛，吹的是那种。这是哪里啊？这是不好意思。小心嘛，大家。我确实小心，就要确实是的。我也放过家里好多好友，也放过家里的。散太厉害，太厉害了。啊？散的太厉害了，这房间太小了。不是，我搞高一点。没事，你拍两张可以试一下。拍的怎么样？效果好，就是他这拍的时候肯定。掌握得好，掌握得很好。哎呀，怎么那个脾气呀？我都觉得佩服你了。哎。我要跑呢。昨天就好多个。其实拿着好重哦。其实这是重的。重得很，不是一般那种。不偏起来，不偏起来。对对对，这样就好拍了。再赶快拍两张。那个烟气蒸起了没事，少吃。这三米找不着。啊，蒸起了我可以找每一张米都挺好的。干洗单儿洗了出来，头皮受不了。嗯，就是我想的问题。干洗单儿可这才有东西，这是人事。
晓得穿。刚刚我这儿从弄了些卷果菜，中午去看到。还开舞会。上面的如何？哎，啥？他们农民帮助他，知道他出卖孩子，回到农村。不准你来。你说我。你要紧，你光去找其他地方去。他坚决否认的。你给他买礼物，每天中午给他叫好吃有营养的外卖，我们大家都知道。那就是因为她怀孕，我老婆的确是怀了孕。小王说，一切都是你们两口子。不好说啊，你都行的哟。谁的公司比较好说点？不，现在不用，等会儿完了全部扫了你拍张照，可以吧？现在用不着。在2010年推出了新型车款呢，我们希望呢，不仅仅能提供一个优越的驾驶性、安全性等等。在这些之外呢，我觉得应该倡导一种生活的理念。出完了，发行完了就行了。在近几年呢，我觉得环保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得到了地球上所有人的关注。那也就是说，其实这些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。那我们也希望我们传递给我们客户的一种理念是：我们花钱买到的不仅仅是一辆车，是生活的态度。我还是替你把孩子就会开小路了。娘把车了，娘把车了，赶紧骑一下。不愿意买车，会永远不买车。事业心特别强，没定力，我看不到。我该怎么接你这句话？作为一个男人，无丈夫，我该说谢谢，接受你的赞美，还是不愿意感受惭愧？为什么无丈夫？至少这是个不一样。不是像不是这个，我一般出来有花边啊那些，别人买不到的玩意。没有，这儿该扫了哈，可以抓。这里。好，这下酷，好酷，这下酷。脸型漂亮。嗯。发型酷。嗯。你再来。哎，他脸型。花老酷。就是。希望你们谅解。颜色不均匀，挺好看的。你转一下嘛，我好那个配过图啊。转的像个小孩子。再转。再转。好，可以，等一下。他太高了，配起来压力。就是他太高了。你说我高也是我的错。在这里。再转一点，再转一点，好，就这样，可以，不要再转。这样哈，转不动。方建国，把镜子里边一起扎到啊！有位有位，要不他就让他镜子靠镜子靠近一点一点，就可以把两个人拍清楚。孩子没有，又不是我一个人。很酷，你脸靠着镜子，靠着镜子靠近一点，对对对，好啊。哎，不用，太近了一点，好吧？好，再转一点。我放在前头，你往前面飘就买个出去。那边你快点飘就行，对吧？还有坐在后方的。拍张照啊！你基本上还是拍张照，在剪头发，在剪头发的时候，你要拍一张成要完整。啊，我们
比较那款夹克还穿风衣好吧，黑风衣，哎呀妈，黑风衣就我喜欢的，我穿个高跟鞋，就挺这个的，没增加。剪刀啊，锤子都会用，对吧？嗯，就是别人该剪啥子，反正你在那抄。反正你想要啥子发型是肯定剪不出来。我一想要啥子我剪不到，但是我都会用，我不怕不用，我不怕那个剪刀怕。你不想要的发型我都给你剪出来。想要的发型我都讲不出来，就是我晓得想要啥子。我想要啥子，啥你都不晓得。给他取了。取好了吧？嗯。取了，叫我到那边找去。这什么玩意？太累了啊，这个坐着起来太累了，我们也是。